欢迎收看我们深夜食堂。讲到食堂，当然就是要介绍一些东西给大家吃吃看，对吗？今天我们带来了什么呢？大家对米肉有任何熟悉吗？几乎每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有一种饮料叫做米露、米露、麦露或者麦露，就看你喜欢怎么叫。而这个米露呢，在前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卖，只有通过网卖或者微商才有卖。我今天呢，它在 KK 找到了，是一包一包，就是这个。Melo Cubes， 来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包呢其实有点小不便宜，不过因为我看到很新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吧。那怎么打开好呢？这样吗？还是这样好了？一打开就有一股香味了，我们的正统的米露香味啊，它是这么一小块，里面总共有50包，我买的时候20码，20令吉，就代表40cl，这样40cl。话不多说，之前我听说过有人呢，他们是当着粉一样拿来冲水喝，这次呢，就带大家面前试试看吧。噔噔，干，超硬的，好硬，不过好爽，果然还是米露，不管它做成什么形状都还是米露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有一点热的水。开玩笑，这什么鬼呀？开玩笑，不管了。我不要朋友骗你，这根本就是拿来吃的而已，骗人。麦露饼干的试吃影片就到此为止，但是还有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星期一从吉隆坡我会跑到去大港，然后去到士根庄 Skin 站，蛮想去那个地方很久，就那两个地方，大港是因为刚好把视频拍完，而且就在士根庄隔壁，之前认识的蛮多朋友，所以也可以能够互相照应一下。其余的时间呢，其实我会很想做游戏影片。谢谢大家。